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拆两盒的2023年 Prezin， 今年比较少买，因为今年觉得是个小年，所以我没什么参加团拆。然后其实之前也有录一些影片，但觉得没什么内容。其实今年就参加了一团，然后运气还不错，中了一个虎眼的 Drama Rain， 然后其他美国的团拆也参加的比较少，也没中什么东西。那棒球也拆了一些。主要想说抽就是当时在经典赛就是还蛮红的胡椒罐 Last No Bud， 但也没抽到什么太多的好卡，所以虽然有拍影片但都没有再上传。那今天想说 Prezin 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系列，那我们就还是买一些来拆。而且今年确实货不像往年这么难买，往年去的话就根本抢不到，今年的话还有多盒可以选择，所以就买了几盒回来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会抽到什么吧。你好无聊。来吧。开始。你如果猜到，谁是好的呢？你就慢慢猜，就是你在叙述那个人给我听。是不是如果是限量的话，我就跟你说。这个很好撕。对。你就自己看为主了，反正有抽到大卡，再转过来的。这是我去年的好朋友 Scotty Barnes， 但他已经不是新人了。第一张。像这样闪是要留的。对，特别额外放出来。对。有看到 RC 的话要特别那个，一盒有两张签名，没关系，你就把闪的特别拿出来就好，我会再帮你看。那字母哥的动作是不是跟去年一样？怕你们真懒，Jordan Poole好像也一样。我好像直接一张懒的。你就是路人。你就继续猜你。Edwards。Edwards 的那个这叫什么？我哪个不认识的人拿、啊、西？没关系，我有一个好像。蓝色数是之99啊，我看一下，蓝色是之，啊，好可惜哦，199开给个老人。啊，那我这一盒不是吃屎了吗？已经确认吃屎了吗？也没有了，但是我有一张是反过来的，但这个人一看就不厉害，是也是至199的。那是你慢慢弄，我再来整理。不认识。Kevin Porter Jr. 你是299了？啊，我抽到签名了。谢谢。是 RC 吗？首先跟你讲说是 RC， 但我不认识他。什么队伍？什么队伍是应该是麋鹿队，公鹿。公鹿哦，是不是很弱？公鹿队，我都不认得他。啊，你不要忘记装起来，公鹿就不用 box 嘛，对吧、啊、？box 对啊。那我抽到两个人的这个 RC， 同样。So sad。So sad 吗？那我这一盒也吃屎了。没有，有两张签吧。今年 RC 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，没听你讲过、啊、我也不怎么认识。有啦，就是我还是知道要抽谁，所以你跟我到时候你抽到就跟我讲、啊、我有印象，是你有一次跟我看那个就是一堆男的，然后啊对问我说你觉得哪个男的长得顺眼？对一堆男的。
啊，饮料给我 Ben Wallace。你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在内心中 叫他。哦、啊啊、对对对，就是他 ，Pablo 吗 ？Banchero。啊 ，Banchero。或者是 Nazarin， 或者是 Pablo Banchero， 或者是 Jabari Smith， 杰登艾利。Pablo 又变成一个 amigo 的毒枭的那感觉。你礼貌吗？我有一个蓝色的碎碎冰，这是叫碎碎冰吗 ？Where's Brooke? Why no？ 啊，一二五至八十至一二五，alone。高顿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很棒。你要抽到 Nuggets 是什么队啊？鸡块队吗？金块，鸡块，我都是不用了。Aaron Golden 没有用。啊， no, 对不起， no. 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抽到卡。哎，我跟这个人真是好朋友啊！这个 Kevin Durant， 我也晃过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卡。你要这个人也很厉害，你要抽这个。他叫什么？Jalen Williams， 那天你有看到，你只觉得他长得有点衰。我没有，我是说他就很没精神，很狂野的发型什么的，就是个闪亮的，不认识。阿西，居然是卢卡的音量，卢卡音量没有用啊，我要新人的音量。我有 Paolo Banchero 的阿西，当然是普卡，有亮吗？没有。对，我再放上。是啊。是啊。是我的好朋友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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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又谁？靠腰是。Career 有到25分。谁呀？嗓子。Mitchell, no. 有一个不认识的 Curry 的飞机。他弟呀。Sis. Steph Curry. No, 居然是 Mitchell. 傻眼，这阿西是谁啊？哎，我还没有抽到签名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有机会、啊、这次还是蛮爽的。闪亮的 LeBron James， 可能闹啊 ，Prezim， 真的还不错。嗯，还可以。就是你，真是。哦，我抽到签名。你说 Jalen Durant 是好还是一般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再跟你说。Beasley。我现在抽到都不是什么厉害的人，我要先你先告诉我这个 Jalen Duran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哪一个 ？RC 亮的、欸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活塞 Jalen Duran 可以，但框比有一点不好，但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这样可以。Jalen Duran 还可以。可圈可点。可圈可点。Rocket。哦、oh, ，Rocket， 拜托 ，RC 来一个 ，Rocket，Jabari Smith，Jabari Smith，Jabari Smith， 没有 RC 哦，靠背啊，哎，有 RC， 耶，谁啊？谁？真的是他吗？这张可以 ，Jabari Smith 299，耶，耶，耶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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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弱？
但它很亮哦。没有用，但这张应该是限量。我的吗？对，149还好啦。哦、Jabari Smith Jr. 299，我又出签名了，是路人。哎，啊、哦，是路人，路人签名，好好没有诚意。耶，给你吧，好，终究也是个签名。这个人也不厉害，对不对？耶。然后我的签名是一岁，这个人也是路人。对，我的签名是啊，哇，今天 RC 我真的是有可能是这个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，那就不好，不然不认识。你们想要，如果是老鹰，如果是崔样，你应该认识。崔样当然认识啊。对啊，但所以你不认识，那就老鹰那就不用看。如果是崔样的话，我刚刚眼神就闪闪发光。啊，是另外一个，好像 Sohan 好像比较好了，这个我不确定。这个很厉害吗？我只知道 Sohan 比较好。我目前我的两张签都出了、啊，都很弱啊。这是路人的闪卡，这是路人的 RC。但是Smith应该可以卖个。Vince Williams不厉害，是不是？没有 RC 就不用。我看这有 RC 啊，不厉害，不厉害，他没有量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不认识。不认识，好，哈哈，挖烂了。克里斯包，我现在就看能不能哦，小棒低线的，小棒 ，Lofton， 这个人也是很励志。他的故事令人落泪吗？对，就他也是。怎么总抽到这个人啊？咦，东契奇 ，Firewall， 不算是什么厉害的。我靠，这张这么闪，却是个路人，让我生气了。你有限量吗？没有。Sad。TJ Warren。哎呦，板切肉，你是不是有板切肉？你刚刚有抽到对不对？哦，我觉得我吗？有啊，我抽到他 RC 啊。胡卡吗？胡卡，没有亮。好，我现在就来抽一个他的闪亮。闪亮第一线，板切肉。哇，我这个人纹饰好酷啊、哦！他动作好好笑。哎，这张应该很低线，看这么低线在这么个人身上，49哎，橘色的路人。看，如果是去年的就好了，49哎，我一看橘色我就知道不简单。崔莫比他今年打的虽然还不错了，但是。啊，可惜啊，真是。哇，49哎，厉害。但是我总会抽到这个人的阿西，什么欧差一阿哥巴基，是谁？不认识。哎，还有一个 Kendall Brown。不是这个这一对是对的，但是要买到另外叫 Masserlin 另外一个人马瑟林哦，六马，你说六马现在来了一个新人是好的。对，我的第二张签名也来了，然后我第二张签名上面配的是 Nikola Jokic 299，那我们的签名是谁呢？RSI 这谁 KLJ 什么东西啊，
灰熊是什么？哦，可以，小胖一亮签名。哦，刚才说励志小胖，可以可以，励志小胖，恭喜你呀！我这个还，我这一盒还可以。我又出了一张紫闪的路人，我心已经碎掉了。耶、yeah, 哦，励志小胖。好啊好啊，我的都闪得很美，但就说不认识。你是说咱们就是说不认识？娃娃不认识。Jalen Duren RC。本内迪克马苏林，哎，就这个马苏林，马苏林有亮吗？不亮啊，普通的阿西，亮的话我早就尖叫了。嗯，这是六马队的那个，哇，那发型好帅啊！巴布。好喽，班车喽，快来吧，班车喽！那是我们四张签名都出了。对啊，我机会已经留了，我机会不多了。Well, LeBron James present. 不错，可以可以可以对。Trey Young, Isaiah Mobley， 这个，这不是 Evan Mobley 吗 ？Isaiah Mobley， 路人闪。少一张 IC， 给我丢哪去了？那就我等下再整。哎，为什么这包里面就一张 IC 啊？哦，它配比不一定的。我弄错了。这张吹还蛮漂亮的。哦。但是只说是张普通的卡。好，最后一包，交。哦。你又可以哦。不是不是，99的。嗯，99的，啊，好像不是个，不是个卡。你好阿西啊，可惜哦。嗯、哦，是 Josh Giddey 耶。啊。但不是阿西了。哦，还行哦。限量吗？对啊，99的。哦、还可以啊。Thunder 也是不认识阿西，好，那你还要继续吗？继续录吗？对，我整理一下。这把是阿西给你。好，你就放。这把是亮。签名有四张。都是 RC， 还不错。哎，他是这个是我运气比较好吗？还是他真的只有？然后刚好里面看起来最有价值的是小胖的饼量，但是小胖的框笔蛮差的。然后这个不认识马，公鹿，然后老鹰跟马刺。好，然后。特殊量的应该最有价值是这张 Jabari Smith， 这张是299的，然后其他还有就是 Josh Giddey 的99，然后其他的就
包括 Trent Murphy 49，然后 Mitchell 125，然后 Golden 125，然后 Kevin Porter Jr. 跟 Nikola Jokic 都是299，然后再来一个是灌篮王 Wiggins 的199，这是这两盒的成绩，最好的应该这张吧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Thank you.